真瞎呀！怎么说话呢？你真的确定吗？所有带轮子的东西我都深有研究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万分肯定、确定以及断定，那就是2010款的高尔夫六。我要骗你，我就是你孙子。跟着装孙子呢？警察先生，上车以后我听到了司机打表的声音，我是看不见，但是我能听见。 我有基本的判断能力。好啊，那就请竖起你的双耳，好好的判断一下。我是男的还是女的？这位小姐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这话您听过吗？哟，跟我一样，哪个缺心眼卖给你这么一手机啊？ 那么多软件你会用吗？平时好好多照照镜子，看看你自己长什么样子。哎，太帅了！警察先生，我很确定，那是一辆出租车。我也很确定，那是辆高尔夫六。我用我这两只眼睛清清楚楚的看到了。 车牌号呢？警察叔叔，雨那么大，夜那么黑，跟你能看清楚吗？你既然是目击者，你为什么当时不报警？对，为什么不报警？我确实是看到了呀。司机下车把被撞那个人拉上车去，我以为是送到医院去呢，没有多想。拉到车上，拉到前座还是后座？ 后座。你撒谎！当时我就坐在后座，被撞的人是被拖到后备箱里了。跑这儿蒙钱来了是吧？我靠！这什么地方啊？我是没全部看清楚，但我确实看见撞人来着。我是想领那奖金，买双新的轮滑鞋，但我绝对没撒谎。你们爱信不信。你要想蒙钱呢，你就找错地儿了。别跟这儿逞英雄装孙子。